好，我是阿勇，今天是3月7号，我们来到一个鱼塘里面抠鳝鱼，给大家看一下，今天抠了一桶啊，满满的一桶，我倒出了这里总共是68条鳝鱼，还有几条泥鳅，倒给大家看一下啊，有多少？呀，看一下这里68条鳝鱼，抠了一桶。最遗憾的就是没有金货啊，最大的肯定就是有7、8两、8、9两。哇，这货板正啊，多的不说，少的不漏。喜欢坏的大哥大姐直播间的性感老铁啊，双击加关注直播更精彩。